大家先看个视频。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人丘，突然飘雪，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。这个视频呢是一般般，但是在评论区却超级搞笑。视频中小伙子雪中骑车，天气太冷了，头发和眼睛上都结冰了。原本是一段平平无奇的视频，但打开评论区一看，简直是各个品牌的大卖场聚集地，这赞助商比春晚都还多。还有热水器说你要热水器不？奥迪说你要车不？律师事务所说如果说官方给你，但是没有给，你要法律咨询不？旺旺视频说他中招了，我送不了热水器，送不了智能马桶，送不了取暖器，也送不了羽绒服，总不能雪上加霜送一箱碎碎冰吧？风花说头发该洗了，要不要洗发水？红星美凯龙说你要全屋家居定制不？只要你开金口，我等会就给你送过去。蜜雪冰城说：“给你安排个冰淇淋吧，暖暖身子。”TCL 说：“要电视不？刚出了新款，如果你要，当我没说。”更有好心人给他的眼镜装上了两个雨刮器，简直是不要太欢乐了。